Welcome to Tainan. Learn about Tainan culture. Watch local news. Tainan, wow! Remigius from France came to Taiwan with MEP as a volunteer. And he loves languages, and in Taiwan, he also knows how to speak Taiwanese.And he even published his books about learning tribe languages of Bunong and Ame. And according to him, if these languages are not preserved well, they would disappear 50 years later. And that's why he published these books. And being active, Remigius likes traveling. He's also a jogger and a Taiwanese son-in-law. And he was known for running around Taiwan with the Third Prince. Let's get to know him more.2012年的时候，那时候是因为想要多认识台湾，多亲身体验啊台湾的看不懂的风景，然后自己去跑这样子。然后第二次看到一个在舞台有一个三呆子在跑，在跳舞，我觉得好可爱啊！那个三呆子朋友跟我说，这个是相当具有代表性台湾的神明。但真的让我印象深刻了。我去找组委，然后想说，哎，我想要找，我想要背看你们的三呆子环岛，因为我是外国人的，我能不能背啊？他被我的动句感动到，他说我怎么爱台湾的外国人？然后我先跑步哎啊，然后就刚好神明答应了。然后那时候我就第一天背三呆子，觉得很累了，25公斤。真的很累，然后里面很闷很重啊，可是看到很多人加入这个活动，然后帮我背一下陪我跑，觉得是很大的动力。然后其实背三呆子环岛让我更爱这块土地，然后更爱台湾的台湾人民，台湾的。对，服务的地点就是在花莲台东有空哎，我山上的一些原住民的部落，然后那时候就用我的破中文跟他们聊天，然后我发现年轻人真的不会讲母语，真的很可惜，怎么会这样？这母语就是你们的根，怎么会忘记自己的母语？这件事情让我有点难过。我这样一个例子，比如说在法国，一天各地都有不同的方言，现在法国剩下。只有法文而已，人家就是用一个语言沟通。我就想呀，好了，我想真的想要我怎么能够帮忙啊？然后那时候就决定要写一本有关布农族的书，就是为了帮忙保留那些快要消失的语言。可能30年后、50年后，如果原住民就不努力对他们的语言呢？努力呢就可能会消失，然后少数民族的语言都会不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失了，因为台湾的那些语言真的是属于世界文化遗产，所以我真的我就决定下定决心要写那些书。我好喜欢台南，就很像巴黎啊，有很多很多古老的庙啊，然后也有很多老街，我觉得我很喜欢的台湾这个地方，很喜欢这种重重的人情味，然后台南也是甜点的天堂啊，我觉得我这个爱吃巧克力、这爱吃甜食的人啊，喜欢豆花，我很喜欢豆花啊，然后刚好安平那边，我每次去安平都是去豆花啊，我常常去安平跑步，那边有一个很大的团，一个安平也跑的，那边就。很多人一起跑步很欢乐，我很喜欢这种气氛啊。其实我环岛的时候，背三呆子环岛的时候，我到台南的时候，是陪我最多的人就是在台南啊。我老婆，我现在的老婆哎出现了，一见钟情，第一次看到她就觉得哎，她说闽中族丁的人，然后刚好是在台南，非常浪，会让我更爱这个地方呢。哎，打开后。我是齐家碧，我是法国人，我最爱台湾，台湾赞。